其实检测头皮的时候呢，大部分人的毛囊都因为油脂而清洁不完全和堵塞，长时间忽略，进而让毛囊萎缩，影响头发生长。老师教大家简单的头皮护理动作，在家也可以轻松操作。使用含有碳酸成分的头皮深层洁净慕斯，就像洗发的方式，挤出约一到两个乒乓球大的量，在头发上按摩，让碳酸泡泡均匀的分布于头皮。建议按摩完停留一到两分钟后再冲水哦。碳酸会分解头皮上的油脂、脏污和化学残留，达到头皮干净、毛囊健康的效果。很多人都问我，在完成头发造型后要如何清洁和维护呢？老师建议你，如果是干性头皮，一周使用一到两次；油性头皮一周使用三到四次，让头皮跟头发做深层的大扫除，才能让毛囊更健康，头皮更干爽。